是的，都会过去的，一定会平安过去的。 给我一些时间，等我把该做的全都做完了，我答应你的都会实现。我相信你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会等你。 送你个礼物，好不好？礼物，看，是仙女座的粉红星。据说和喜欢的人看到这颗星星，会永远都在一起。你还记得？ 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记得，所以你看到了吗？嗯，我看到了。你呢？我也看到了。他一直都在我身边。此时此刻，你还好吗？ 在梦醒时候，想起你啊，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假如放下一切，仿佛这场梦醒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？ 谁给你们的勇气啊？敢背着我，蓝海一星的新任总裁在这里搞闭门会议啊？啊！我，严星城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你觉得我想干什么？我不管你动什么歪心思，你一个被庄家跟蓝海赶出去的人。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召开股东会议？又有什么资格坐在顶层会议室的主席位上？当初你怎么把蓝海一星从我手里抠出去的？今天，我要让你清清楚楚地给我吐出来！切！别在这放大话了。 把蓝海从我手中抢回去，你有什么本事？用上次那个破章子，别做梦了，没人会承认的。别妄想把蓝海从我手中抢回去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？我的。 表弟，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一看，我是怎么把自己的东西拿回来的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还有蓝海旗下所有的股东，我们已经收购了除我母亲名下40%的股份以外，市面上所有的散股股权。 再加上大家刚才签约的联合合作协议书，现在我们手中的股权已经远远超过你和你母亲掌握的集团股份。收购股权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少骗人！
可能！现在集团股价正在顶点，你上哪儿搞的这么多钱？你当我这么多年在外面是混日子啊？放下。还有，哟，今天这么热闹啊！小庄总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庄家的私人恩怨情仇，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但是赚钱，我是非常有兴趣的。汤总，这份联合声明协议我先收下了。严总，不送。你，你们也姓程？小庄总在离职前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严姓程，你别得意呀、啊。搞到了投资没什么了不起，卷走了集团股权也没什么了不起。蓝海我不要了，我伤你了。但是庄家，你一辈子也别想回来。今天谁也别想走。大洋，严先生。你想把我锁死在这里？我要让你把欠下的债一点一点的给我还回来。大洋，明白。当初你是怎么谋划伤害庄心妍，错绑了沈曼妮？你又是怎么算计跟踪放火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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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严总，这一定有误会。小张总，劝劝，解释解释啊！还说没有，非要我们拿出证据来，你才死心吗？大洋，好你个大洋啊！你敢背着我做这样的事啊？严行长，庄家凯，过河拆桥。你卖了我，你好不了！你给我闭嘴！闪开！大哥，你可得相信我呀，我们可是有血缘血亲的，你得相信我呀，这事跟我没有关系。嗯，我相信你。但是这个人是谁呀？严行程，别以为你搞了这些就可以当证据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怕你，你跟我过来。